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前 NBA 球员肯德里克·帕金斯在今日赛前的电视节目中谈到了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和安东尼·戴维斯。勒布朗·詹姆斯是时候把火炬交给安东尼·戴维斯了。这个赛季的休赛期非常短暂，可能我们不会看到勒布朗得到大量的出场时间，而安东尼·戴维斯是会的。以他所拥有的角色球员组，他将打爆联盟。这家火是个跨时代的球员，我们从未见过安东尼·戴维斯这样的球员。不只是技术，不是说他可以在外线得分、投三分，可以在内线得分、低位被打、进攻篮板、防守篮板，从一号位防到五号位，他将肩负着使命。我觉得湖人会主打他，他们会以他和勒布朗、詹姆斯为核心。我可以保证，他、詹姆斯愿意送出火炬。我非常相信安东尼·戴维斯能拿下今年的 MVP。他是我的选择，因为他是无人能挡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